早上先生，早上太太，你好吗？我有介绍自己，我叫名苏里亚尼，我今年45岁，我来香港要结婚，我有3个仔，我唔识猪肉，但系我可以做猪肉。我惊狗惊猫，我已经来过香港6年，照顾宝宝，我想来香港。文静同埋被在化学，唔该晒太太，唔该晒先生，最近来香港，拜拜。